我已經不在這個世界上了，我們不可以再在一起，你要好好照顧你自己。你為什麼忍心啊？你為什麼要丟下我一個啊？以後誰照顧我啊？2008年是中國人的城市，2008年北京奧運會很快就會舉行，作為中國人的驕傲，香港亦都有為這件事出力。香港啦啦隊表演比賽聯絡處正為香港籌備緊最大型的啦啦隊比賽，而香港啦啦隊亦都會在2008年正式招募會員，希望為中國和香港打下氣，在不同的地方為香港帶來美好的景象。如果你想成為香港啦啦隊的隊員，就試得聯繫 Fit Kids 這個網址。